很简单，第一点半，一点半下午开始，到第二天的傍晚五点这样子。其实我们第一天跑完就已经是九点，跑完几点呢？跑完就已经是下午啦。我们跑这么累，还要哦，对，哎，那这样子就不要用套房行程了。代客人跳舞，这个就是参加我们的行程，我们就会带客人跳舞。因为客人他现在要去木古木语了，我们要带他去木古木语导览的。然后我们行程呢，我们会有一个活动这样子，就带客人跳原住民舞嘛。你们听到音乐，好好听哈。三分钟后再打电话给你，因为我现在在当客人那边，我尊重我好不好？好，我三分钟后打给你哈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拜拜。
这是一个很妙的事情啊，而且它是非常好的东西。好，看不到人了，但是我还是要拍一下。上这棵樟树，这个最少要100年了，所以啊，日本人以前就是觊觎我们的樟树，所以他有所谓的樟，那樟脑市，看到了一张照片，一群水鹿跟一个玉山国家公园的消防官员一起来合照，很精彩哦，好几十只，而且呢还左拥右抱，后面整排的水鹿，结果那个女生啊马上。
对啊，嗯，哎，经理刚好，经理，
Yeah.